庆祝五一节，有真侪单位拢会办肉粽来过节。不过，高溪乡老人会今仔日就特别用趣味比赛方式来过节。老人会邀请社区长者来参加比赛，佮安排了精彩的表演节目。希望讲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庆祝五一节，嘛佮长辈行出户外，增加因运动的机会。趣味又佮多元的活动，是予长辈大家拢生个真欢喜哦。包肉粽是端午节真重要的传统习俗，但是高溪乡老人会就用无同的方式来庆祝，安排真侪趣味竞赛，互社区长者行出户外，并且透过参加比赛增加运动量，相信对着不止身体健康有帮助，心情也更加快活。有啊有啊，啊有算啊，袂歹袂啊，轻松啊。这些那个资料哈，是都适合这个老人运动，还他不会很激烈，也不会是怕他那个跌倒了怎么样的哈。哦，所以我们尽量就以这好的节目哈来给这些那个长者分享。活动除了有提供免费加头毛的服务，卫生所也趁着这个机会加强宣导，现场会当予时段照电工，希望予因更加关心家己的身体健康，并且提早受到治疗，避免病情继续扩大。潜伏感染的治疗，所以说我们就要尽量鼓吹那一就高危险群这一群老人能够做全面性的筛检，然后找出带感染的一些潜伏感染的病人出来，然后早一点投药，早一点做防治工作。来到这里当看到路面不是真平，甚至还有不少的坑和小型的石头。为此，公所也表示，未来将投入400万的经费来整修，预计需要四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工，希望将这打造成一个农村奇迹，提供给民众舒适的环境来进行当地农产的买卖。我们是希望讲吼，这吼会用作阮古坑的一个小农市集。啊，我们希望说从吼绿色隧道来的游客啊，一样吼来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西平路，好，我们的哈农村市集来这里做我们在地的农产的一个采买哈。今年有超过400位的长辈来参与，而且来参加零售时，一直拢在增加。看到每一个时段拢算甲嘴笑目笑，就当知影为虾米逐年举办，年年拢大受欢迎咯。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